迷思神枪队狂暴神枪。哦哦哇哦哦哇，好残忍啊！哎呦，2-0。可惜祖先先爆裂，狂暴4-0。加油，撑住，撑住！乖孙呢？对祖先小力一点啊，爆裂！6-0。哦，狂暴乖孙，哎，祖先，狂暴乖孙。先一个面子嘛，8-0。祖先升天了，10-0获胜。乖孙让我体会到什么叫飞龙在天，哇，我的翅膀断掉了，来去急救。噩梦神枪队狂暴神枪。哦，这个爷爷，神枪爷爷，哇，哦，这个爷爷，神枪爷爷，哇，也是爆裂，2-0。噩梦爷爷可以说是爹手的十足，哦，十足，爹手的十足，哦，十足，又爆了，4-0。哦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！噩梦爷爷竟然没有爆裂，5-0。好，来吧，让他看看爷爷的厉害。哦，爷爷，爷爷撑住了，6-0。噩梦爷爷越战越勇哦。来，爷爷加油！噩梦爷爷，哦，没追到，哎呀，没追到。哎呀，被烤起来爆裂，8-0。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哇，太凶残了啦，10-0获胜，有继承到神枪的爆裂血统，我可以安心养老了。嗜血神枪队狂暴神枪。好惊猛哦，2-0。这对哇，嗜血老爸完全扛不住，4-0。这个爆炸声没有碎掉吧？还好没事，6-0。太快了啦，8-0。这对父子打起来简直惊天动地。这局比较久了，最终还是爆裂，恭喜10-0完胜。哇，老爸等级也是挂0分，光身神枪队狂暴神枪。双生叔叔有机会，双生叔叔有机会，有机会拿下吗？没有，2-0。哇，
哇，叔叔也升天了，4-0。哎，双生叔叔自己跳走，狂暴滚出去，又滚回来，又滚出去，这局怕你们平手。哎呀，加油！狂双生，双生叔叔得分了。哦，狂暴6-1。好快啊，8-1。哇！哇！哇！打到关灯了，狂暴获胜，狂暴之子强到令叔叔觉得好骄傲啊！接着换不正常亲戚篇，第一位代表下盘超级稳重的六头龙哥吉拉。闻到一击就爆裂，哪会安呢？哇！跑回来把它爆裂，4-0。加油，哥吉拉！至少要拿一下一分啊！撑住，撑住！哇，撑不住，狂暴获胜。难道我该减肥了吗？第二位代表超级彼得猪。哇，战胜！狂暴被敲出去了，超级彼得猪1-0。加油加油！狂暴超级彼得猪，哇！狂暴1-1，加油加油！哦，狂暴狂暴，回来吸收，转赢2-1。哇哦！哎，超级彼得猪2-2，加油加油！小心，不要破，不要坏。好好打到完就好了，加油！好好打到完就好了，加油！超级彼得猪爆裂得分4-2，加油！狂暴神枪，狂暴神枪还没有放弃，转赢3-4。狂暴再次爆裂，挑战失败，可惜最后一位代表龙骑士N号，加油！推不动，哎，哇，被击飞1-0，加油，推出去，推推，哇！不行啊，龙骑士N号太重了。哎，没关系，跟他拼持久。耶，1-1，更换发射器。力道完全不一样了。狂暴还有机会吗？刚刚起死回生，损失太多力量，2-1。龙骑士。N 号那一招坠龙拳，好恐怖啊！伤级又伤盘，3-1。哇，哎呦，好惨烈啊！4-1。加油！升龙拳，靠我靠我靠靠靠！哇，太远了，靠不到。加油，不要放弃。
龙骑士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4-2。好猛啊！一集，恭喜龙骑士获胜。神枪的祖传果然没有说错，龙头的数量就是力量。对了，没事不要找不正常的亲戚玩，很伤身体。接着来玩神枪家族大乱斗。哇哇！是谁是谁？还剩下祖先。祖先没有爆裂，狂暴先得分。轴心都飞起来了，好凶啊！狂暴2-0，加油！4-1，总要拿个一分吧。有没有人爆裂？我错了，狂暴3-0。加油喽，四位！哈哈，好快！狂暴后背听牌，哇！噩梦爷爷飞起来爆裂，双生叔叔得分，加油加油！目前没有人爆裂，哇！有，爆光光了，爆光了，剩下两只，加油加油！目前没有人爆裂，哇！有，爆光了，剩下两只，结果还是狂暴获胜。有这个神枪继承人，我们可以安心退休了。再见。